吗？干啥呀？着急忙慌的。吃夜宵吧。8点多钟了，吃什么夜宵？夜宵就是晚上吃的。对。吃夜宵会长胖的，而且还是自热火锅。啊，对对对，你根本不胖，你只不过是增加了几十斤的重量，你没有水桶腰，也没有大象腿，只是一边肚子还管不住嘴。哎呀，怎么还唱起来了呀？我就是管不住嘴的那个人。妈妈，你这个人真不够意思，啥时候买的藕粉都不告诉我们，我们早就想吃了，口水直流3英尺。吃这个自热火锅，明天脸上长痘痘，千万不要找我啊！你放心吧，肯定不找你。啊，那就坐去吧。吃啥吃啥？藕粉你吃吧。我早就想吃了，我要吃。我们先把这个藕粉打开。你看弟弟着急的。哇，有2罐呢，2盒藕粉，还送了一个杯子。哇，漂亮，还有一个金勺子。这个杯子好漂亮呀，晶莹剔透的。人家都说这个藕粉很难冲成功，看看你们三个人能不能冲成功。对，我在网上看他们都冲成牛奶色了。先烧一壶开水，藕粉要100度的热水才能冲开。先看配料表，全部都是好东西。这个料好足呀，有坚果、奇亚籽、葡萄干，还有红枣。2勺、3勺、4勺、5勺。边倒热水边搅，顺时针一个方向搅。哇，非常的成功！再来冲一杯，刚刚冲的那一杯太成功了。不停的搅，它就变成透明状了。好粘稠呀，料好足呀，你们看。哇，拉丝了。我再来冲一杯，看看能不能成功，好不好操作？边搅边冲，一定要用95度以上的热水。哇塞，这也太粘稠了吧！一次成功耶，老二，你真棒！粘稠丝滑，太哇塞了！这个藕粉的做得好，可以清热解火，还可以健脾养胃呢。哎呀，大人小孩都喜欢喝。喝吗？你们几个人来说一下这个藕粉的口感。我现在进嘴感觉特别的浓稠，有一股微微的甜味，然后再配上这个坚果的料，真是太好吃了，还营养。藕粉又被称为女神粉，零脂肪、低热糖，饱腹感特别强，大人小孩都能喝。你看给弟弟馋的只想哭。哎呀，真甜，真好喝。弟弟现在不好控制了，干啥都想自己吃，你看。哎呀，真棒呀，终于自己学会吃饭了。哇，老三都已经喝完了，明天早上你们可以自己起来冲一杯，又简单又方便又快捷。对，最主要的还有营养。对，妈妈还没泡这个吃呢。嗯，等一会再吃吧。现在吃火锅就别吃了，火锅上火。这个藕粉不是去火的吗？他俩一块吃，搁肚子里面也不打架了。借口真多呀，反正就是想吃。嗯，清香的感觉，还有一股蚂蚱的味儿啊。哎，老三，你把我们笑死了，那是芝麻，从哪里跑出来蚂蚱？你看，给奶奶都笑的脸都红了。这是黑芝麻，老三，跟着我赌，黑芝麻。黑芝麻不是蚂蚱，记住了啊。加热包，加上水，上面再加上水泡一会就可以吃了。这个藕粉的料好足呀，我还以为就上面一层呢，上面都被我们喝完了，下面还有这么多坚果呢。弟弟特别喜欢吃这里面的葡萄干，自己挑着吃呢。来，这里还有2粒呢，给你吃吧。哎呀，真好吃。哇，看着也太香了吧。哇塞，太有食欲了。哎呀，弟弟能不能别捣蛋了。哎呦，辣，你不能吃。哎呀，这个小家伙在这里也吃不好饭了，去找爸爸去。吃火锅最喜欢吃这种快粉了。这三个磨人的小妖精，大晚上的非得要吃夜宵，太香了。看着一群孩子吃啥都香，都吃得津津有味的。
天终于喝到藕粉了，藕粉真的是太好喝了，清新香甜，入口即化，吃饱喝足了，太满足了，我们要休息了。